接下来呢，我们通过快来创建一个花样。比如说，我们先点击快定义，把所有的列数全部选中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创建一个花样，右击调色盘，打开，也可以自己编辑，先清空。比如说，点击啊，选择八个四阶好了，按 Ctrl 键，然后这样有八个值啊，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色彩，我们已经调好了。然后这个，那我们进行移动，从走自右进行移动啊，点击色盘开启，然后移动到这里。好，这时候暂停，我们打开快动作，那么我们选择快收缩多少个呢？两格，也就是两列啊。然后点击快收缩，然后再点击它一下，然后这时候呢，这个快范围呢就减掉了两个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继续按 D 键，不要停，然后暂停，然后这时候继续点快收缩，两列啊，我们再快收缩两列，然后再缩两列，然后继续按 D 键，然后这就是一个继续按那个 D 键啊，好，暂停，因为它要这个纯色部分我们要合并起来，然后再收缩，也就是说从右至左进行收缩啊，然后按 D 键，然后暂停，再从右至左收缩两列啊，然后按 D 键继续停，然后再收缩，一直到全部排完。那么，这就是我们的通过快来创建堆积木的效果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已经创建好了。然后我们点击保存，也就是说，将当前的保存，就是说将当前的帧数进行复制啊，不变的进行复制啊，那么就延长它的时间。那么我们播放看一下，这就是通过快定义、快操作的这样一个制作出来一个花样。那么这也是一种技巧。